Hello， 兄弟们，最近在这个巅峰极速，我是发现了一个小项目啊，非常不错啊。就是点进这个工坊之后呢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人设计的一些车辆改装外观件啊。然后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标价是500多的一个宝石啊，相当于50马内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些人的话，可能就是不在乎别的啊，直接就给你搞个免费啊。像这种免费的话，它比较简单啊，比较单调，就是上了个颜色啊，稍微改了一下外观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赛车能够改得更加复杂一点的话啊，咱们就是没法去模仿了。我们来到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定制的一些车的外观，像这一种外观的话，你怎么去模仿，你怎么去改，是吧？这里改的这个贴花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你要按照它这种去调整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。还有这种就更加的复杂了，它这个拉花啊，这么多这么多，你怎么去设计嘛？像我们也可以去设计出自己的一个外观啊，像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我设计了那么久啊，这个车我都还没有开出去玩过啊，一直在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。而咱们可以保存作品，可以直接发布啊。这个作品的话，咱们是已经发布了。看一下，我这里是发布了有一个作品，而且我标价是1000宝石啊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大冤种可以去买一下，是不是？但凡有一个大冤种买了，那咱们就是能够赚到一些宝石了啊。赚到宝石能干什么呢？当然是直接去抽一下车啊，是吧？反正宝石的用处是比这个钻石的用处大很多很多的。还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小伙伴呢，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直接跟我一起来玩哦，快来试试吧。